该是没到的，我如果有到多的可以给他秒，等到40秒左右他不来应该就不会来，他不来的话我们来到了到了。来把开印啊，对面千珏这个版本也加强了他，对面这个阵容刚好很适合玩开印啊，四个远程都随便变蓝凯了。我让你死就会死，而你会一败涂地。铁男得看阵容选，铁男不能无脑选，铁男这把这个阵容就选不了，因为这个阵容太灵活，远程比较多，铁男只能打那种近战多的阵容才厉害，因为近战多的阵容的话没那么灵活，他只要打你你就能打到他，你伤害比他高你还比他肉，才能发挥出这个铁男的优势啊。对，如果这个阵容的话有三个级以上的近战就可以玩铁男，或者中野式近战也可以玩铁男，最少要有三个，因为你主要面对的就是中野，知道吧？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暴风雨前夕的期待。加强的红凯没有什么用，他那个加强有点毛毛雨啊。这红凯现在有一点是伤害太低，另外又有一点就是顶不住。他只加了一点点伤害，但是加的还不够，我觉得最少要再加一到两次，不然那个英雄的话没有发挥的空间。这波运气不错，印记刷了5次，中路能顶得住吗？我给他印记反，应该能吃的吧，往上去等等等他，这一波他往上走，他这个刀数应该是双 buff 加蛤蟆，他的第一层印记是肯定刷到河道蟹的，他现在往上走了，这千珏会玩的，而且这中野大概率是双排的，你看这个人的站位你就知道，他刚才给我标的印记，所以他刚才杀塞拉是没有印记，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哪，这时候不要露头，他不会反野。这千珏的打法应该是一个主干克类型的，有时候你看他的站位你就能知道很多讯息，看他的打法知道吧，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。我看能不能等一波这个下路上线抓一下，蹭点能量好了。我现在不露头的话他是不敢随意进我野区的，大概率还会抓中，给这个中路标记一下了。这锤是三级了，可以先杀这个火能，这个点的话这种法师辅助比 AD 伤害要高的，你不过来吗？下路挺稳，我已经露头了，我就不能再蹲了，赶紧回家，说不定能抓到千珏。他从下出来，你看到这中野必是双排的，所以你们打中单碰到这种人你就发育就好了，你看就跟我玩打野看到对面中野双排我都不跟对面打野打了，除非他们中单不来直接抓中就好了，抓过一次抓死而且没闪现，打野大概率会去第二次的，我这英雄前面没法蹲知道吧，蹲了也打不过，赶紧到6，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在刷野上面打架的能力比千珏弱太多了，千珏这英雄前期很强的，凯隐前期很弱的，看到没，又来了，进来可以杀的 W 吸血，有没有，你没有你怎么敢跳出来的，我以为他有W 的，他没 W 可以等一下，我特意插了一个眼卡视野的，这波还行，这波能量还可以啊，这种人就不用跟他交流了知道吧，我就在那边旁边等他，他说你看戏啊，这波这千珏又要来了，这种人典型的没脑子，完了我要死了，这个火男过来了，这队友要是意识好一点提前过来就好了，
我已经给他们发信号了，这把得靠自己了。感觉我好像不应该 A 这个红的，红吃到人死了，这盖伦应该可以杀他的，没关系，这波变身了，别让他拽两个，等一下，老大给我开了，一回血再 Q 一下闪现走，这一直点到我了，五杠一，我说他普攻怎么这么疼呢，他附带了一个这个夺萃之镰呢，等着千雪过来，他好像印记已经到七层了，应该是没大的，我这不有大招的可以给他秒，等到四十秒左右他不来应该就不会来了，他不来的话我们来到了，到了，刚刚好，一秒不多，一秒不少。这下路能留一下人吗，兄弟？这下路意识比他们好太多了呀！后面屁股又一个影，选择火男摊，我装枪把他杀了，把大子交了。直接给他秒就好了。盖伦过来，别让他打大。看了，这个给女警吃好了。这波勾到就很好打了。刚才那个头就不用摊了，我们杀另外一个就好了。没砍到。有一个没用，贝拉斯没在，女警也没在，等于少了两个人，他们要去拿龙去了，这样可以上，这波吸血鬼没在，可以杀了，蹲慢了同志，这波秒两个大龙，这个龙也是我的，再砍一刀，他没有吸，再见，这个龙要是被对面拿了，下一刀再拿龙魂就输了，他把E交掉了，贝拉斯又去带去了，他看我杀了一个他又不必了，说这游戏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他这不是在送吗，
我感觉他挂机我们更好赢一点，我们可以有人多吃一路经济这样。这学校待会儿把灯笼给我，我可以上。想要一打几还是得买木刃，买暗爪没用，你不能死。买木刃伤害虽然会少一点，但是你不会死，少一点点伤害大幅地提高你的容错率。像这么打游戏才能赢，才能让有些键盘侠闭嘴啊！这样他就没话讲了。你队友炸了，你又队友又不帮你，你一个打几个，这种就是没话讲的局啊！他挑不出任何的问题啊。暗爪其实也可以，但是得建立在你队友正常的情况下，就是你去进正常情况下，应该你秒一个对面技能给完你啊，你队友有技能应该能打得过对面这样的。这清水要过来。看他技能又给我，他有中亚在这里，我秒两个了，这个团就能赢了，看到没有？再秒一个，秒三个，这用脚趾头都能赢了，秒四个，换我奶奶来都赢了。他虽然崩了，但是他看你有人 C 正常的队友他能稳，像上把那都是他妈什么怪物、啊、线上崩了他打算还要送你就没有得玩了，就那种明着送知道吧，什么存在感都没有，直接下一把。直接伤害最高，直接下一把。